興機場啊，係咪好大咧？一陣間坐飛機去。Hello， 各位好朋友，因為上個星期比較忙啲，所以話淨係快手嗰度做咗一個直播。咁喺今個星期我哋準備咗兩個直播，一個喺抖音嘅直播，咁仲有一個就係濃情蜜意嘅 Zoom 嘅直播。咁喺度希望大家可以快啲將你呢個快手資料俾我哋。如果唔係我哋唔可以驗證你嘅身份就唔可以俾你入嚟 Zoom 嗰個濃情蜜意嗰個獨家直播。各位好朋友，因为很忙，上周只是快手做了一次直播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想跟大家说，我们在下一周会有抖音和 Zoom 的两个直播。抖音的直播时间还有都会在下面这里公布啊，下面写。根据那个 Zoom 的直播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快一点把快手的名称、你们的名字还有资料告诉我，这样我可以。在送里面给你们进来，不然的话就很难确定啊。咁我哋演直播嘅时间就喺呢个视频嘅下边公布，多谢晒大家支持。到时候其实我哋喺内地好少有直播，特别系广东话嘅直播，但系我哋浓情蜜意就会专门做一个广东话的直播，如果你们想听就尽快加入我们浓情蜜意啦，多谢晒。万水千山流浪，海阔天空翱翔，霓虹灯是我今夜出演最好的开场。